我知道了，塞棉花进去，它就会让墨水慢慢流了。哎，这倒是个好主意。对呀，塞完棉花，再把墨汁倒进去，就这么决定了。我想起了我的爷爷在大树下教我拉二胡的情景。那时候我一直不专心，想着去外边玩呀。爹呀，别那么感慨了。唐朝小令。